各位朋友，大家早安。西北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目前啊，暴风圈正笼罩花莲以南地区、台中以南地区以及澎湖。今天台风正显著影响我们，提醒大家多留意。中度台风小犬，它在过去昨天晚上经过兰屿的时候，给我们兰屿气象站带来了破坏性而且是创纪录的强阵风，达到每秒95.2公尺的强阵风，是17级以上强阵风。它在通过兰屿以后，就开始向西南的方向移动，甚至凌晨到现在都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它目前的位置已经来到了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强度稍微减弱一些些了，中心强度稍微减弱一些些，但是整个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250公里。我们目前预估它未来路径在上午的时候会从恒春半岛甚至掠过南方的近海向西移动。台风它在接近我们的时候受到地形影响，或是在它通过我们的时候，它结构受到地形影响重整，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台风它的路径会出现不规则运动的现象。这部分在目前的现今科技还是很难在事先精准掌握到，而必须要靠实际的观测去辅佐。这部分我们在持续的观察中。那目前我们所发布的海上和陆上警报区域依旧哦，海上警报区域就是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陆上警报区域是宜兰以南的地区、南投、新竹以南地区以及澎湖。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小犬台风，中度台风小犬，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台风眼其实就在我们东南端的近海，它过去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周围其实有一圈这很深红色，甚至很深红色这一圈就是台风眼周围的台风眼墙，它是很旺盛强烈的对流云系所组成，它所经过的地方容易有强风豪雨甚至巨浪的现象。昨天也就是这样的结构经过兰屿站造成那样子的风力，而在昨天晚上随着它经过，我们有针对兰屿、绿岛、台东部分地区以及屏东部分地区发布台风强风告警警示。不过也提醒大家哦，在台风眼非常靠近的过程中，在通过的这地方，在今天仍然可能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而最后，这样的降雨和风力都提醒以后，我们就提醒大家，台风正在影响我们，海面风力强劲，而且大部分地区都被暴风圈所笼罩，各地区有不同程度的风和雨的现象，尤其在台风中心要通过地方，容易有强风、豪雨以及巨浪状况，这部分提醒大家多留意。另外因为台风暴潮的关系，所以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在低洼地区也可能会有海水倒灌或积淹水的危险。
最后，之前的台风是在昨天的降雨给花东的山区甚至南部山区已经带来明显降雨，及过去有些灾情有些地方已经非常的脆弱，在今天雨还会持续下情况之下，这些地方可能会有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危险，提醒大家也最好不要前往。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你好，台视新闻想请教一下，是不是这个台风我们的风雨有受到峡管效应的影响呢？谢谢。从昨天开始，我们一直在强调西部沿海地区甚至海峡上的澎湖会有9到11级强阵风，这就是因为地形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这在昨天就已经出现了，那今天持续。登陆呢，最强的风雨就是在礼拜三的深夜到礼拜四的上半天。其实这个在南部，尤其是台东，会相当的有感，尤其是花东地区，应该会有持续性接近1000毫米的一个降雨哦。所以大概两三天内下完是非常可观的。小水台风逼近，花莲县率先宣布预估雨量和风力已经达标，今晚6点后还有明天都停止上班上课。而还有哪些地区台风影响比较大？气象专家彭启明一一解析。目前小犬台风呢还是在往西行的路径上哦，不过因为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还有台湾地形的影响，所以还是有一些南北摆荡哦。现在最高可能的几率的登陆点还是在恒春半岛到这个台东南端这一带，所以它并不是直接很大规模的核心碰触到这个中央山脉。那以现在来看的话，它的登陆中心登陆的时间点呢，应该是在这个礼拜四的这个凌晨到清晨这段时间，然后到了上午的时候就会越过到台湾海峡的南端，也就是说离这个中南部的陆地在礼拜四的上半天的时候特别的近，那要到礼拜四的下半天到礼拜五的时候会逐渐的远离当中。不过呢，因为这个台风它登陆之后，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步的一个缩小，所以预期呢恐怕要等到礼拜五才会解除陆上台风警报，要到礼拜六凌晨到清晨的时候才会解释出海上台风警报。那预期呢，这个对于这个降雨量最多的还是在属于东半部，预期东半部会有持续尤其是花东地区应该会有持续性接近超1000毫米的一个降雨哦，所以大概两三天内下完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呢是风的部分，这个台风呢其实还没有接近，但是它的环流呢也带动了整个我们台湾海峡或是在整个沿海的区域呢都有出现显著的9到10级的强阵风的这个机会，但是内陆来说的话相对的风没有那么的大，是有感觉有点强阵风而已，沿海的风浪比较大。那预期呢整个台风中心登陆呢在这个最强的风雨就是在礼拜三的深夜到礼拜四的这个上半天，其实这个在南部尤其是台东会相当的有感齁，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高雄屏东，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区域呢恐怕就是台南嘉义甚至到云林这一个区域齁。不过沿海的风跟这个都会地区的风因为受到一些屏障的关系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都会地区风会稍微小一点点，但是还是会感觉到显著的风势，沿海的风还是比较大。